成本部分反方来丢出来的是两标的，一个是说就是我们的那个时间会增加，但是因为加入陪审制度之后，可能要拉长那个陪审的那个审判程序时间，所以我们时间会增加。但是时间增加这一点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弊害，其实不尽然。而同样的，这时候正方提出来另外的挑战是，正方提出来的挑战说，搞不好这其实我们审的更谨慎，所以要花时间当然更多。所以在这一层比较底下是。就变成说，反方提出来时间成本增，时间增加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可是它是不是个弊害？我不觉得。所以变成是往下讨论。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在于金钱部分。同样的，反方也有得出资料，你说就是像车马费，可能就要变成一次就要4000的马币之类的这些情形。然后正方也其实有在做挑战。正方挑战的第一步是他们有去讲说，就是那你总共这样的话，执行这个政策，总共有要花到多少？那他们下一步有积极在去问说，那花了这些钱，真的是现况下政府承受不了的吗？所以这时候变成是反方，你应该是进一步去举证说，你们这些就多出来的成本是真的是无谓的，或者是说政府现在是真的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才会成为一个弊案。不然的话，顶多反方一样，你们只能证明到是说确实有消那个花费可能会增加这件事情，但会不会是弊害？有待你们后面去进行做比较的时候才会把它呈现出来。那对于我来说，前阶段就会停在这里，所以就是反方来提出来的成本，我都可以接受，可以增加，但会不会是个弊害？我觉得不尽然。那就变成回归到是在于公平上面的，如果它不公平的话，增加这个成本好像就没有意义。如果反方后续这样操作，我可以接受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是在公平性上的战场到底有谁得利？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就是自己吃亏的是正方，是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奇怪是，就是正方你们制度设计成说，对于有罪与否，也就是事实上面的认定是由陪审团来判决。那在量刑部分的时候，是由法官来做量刑，也就是考量说他的罪行到底要多大多小，这件事情是由法官来决定。那变成说这一位有个问题是，就是双方争执很久的，就是你们到底就是像正方讲的，你们要的是那种比较不专业的人，对于就是路人那些人，那我们在刑上面可能就获得多一点的满足。那正方在争执的就是在专业程度上面，可能我们就比较需要这些东西。可是这时候来了，就是问题就在这个制度的底下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就是在事实跟罪行上面，到底哪一个阶段我们要的专业比较多，哪一个阶段我们要的行为比较多。那回归到制度是先从事实上面来审的是，就是从事实来看，就我的经验来说，对我来说事实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有罪与否这件事情应该是通常会比较需要专业来做判断，因为他可能要考量到证据什么等等的一些情形，那些会比较就是很直接的认定，就是你有做这件事情，有留下这些证据，通常48%就会是你做出这件事情，就是他客观能够去评断，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应该是越需要专业程度越高的来做判断才会是最好的。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会有这个疑虑，那没关系，就看反方的挑战。那我觉得反方今天，你们是有挑战，可是你们的那个意思不够，就是你们都只有说，就是你们有先去确定说他的制度到底长什么样子，是事实是那个有罪与否是谁去判，然后法官量刑有谁去判，而且你们还问了两遍，我以为你们真的有这个意图是要去攻打这里，可是我觉得蛮可惜的是，你们后面的说法全部都沦为到就是在三权分立上面，你们认为说这样会违反法治精神。可是我觉得你们要把那个东西讲细一点的是，法治精神不是体现在到底几权分立的这件事情上，是重点是在那个事实审判上面。也就是说，对于事实审判来说，如果你把它判无罪，你把它判有罪，等于是你在告诉人民这个行为到底是有罪与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正方加入这个制度之后，他是用那个陪审制度来判有罪与否，会不会是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形，就是那个他可能是真的有这个犯罪事实，然后结果他因为陪审制度关系，因为法官没办法判，所以就是陪审制度的那些陪审员判他无罪，所以你等于在告诉人民这个行为是无罪的，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形？正方最大的弊端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们的那个法治精神应该是要讲清楚的，是说就是法律明明就有明文规定什么行为什么行为是不能做的，可是在正方的情况下会出现明明他做不对的行为，可是因为陪审制度的关系，所以他会是无罪的状况，在正方的情况下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正方完全违背的法治精神是违背在这里面，而这个也正是法律真正想要求的地方，因为你们用词太过浮夸，你们都只要在讲法治精神很重要，法治精神很重要，可是那个重要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们要去呈现出来是那个重要点，应该是在于说人民要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错的。可是正方在扭曲这个情形，所以这才会比较重点。所以变成这个网站讨论是，就是会面临到是你们都只有在讲法治精神部分会太空泛，那正方其实他有做出某程度的回应，他的回应是说就是那个他们用。那个现在马来西亚情况下有一个原则是那个疑罪从无，也就是说他只要有疑虑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判他那个没办法定他有罪。可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就是回应的理由，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是不行的。就是理由是什么？因为疑罪从无这个概念应该是说你的罪有疑虑，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判你定罪。可是这个情形应该是停留在法律程序上面的东西，可是陪审制度的那个真正核心价值应该在审判的这件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法律程度的关系，那个法律程序上面的情形的话，那也应该是去修改这法律程序，可能要我们要把那个审判的期间拉长，或者是什么 whatever 情形之类的都可以。就是它跟审判过程较为没有关系，它只是在我们在跑法律诉讼程序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直接把那个人定罪与否而已。而且同样的套回过来，就是如果以只要有嫌疑就要定罪的话，那会不会有在民原则上面扩大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有疑虑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你的这一层回应的效果没有那么好，顶多只能告诉我是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法官可能会就是因为这条原则，就是他连那个审判那个犯罪者看都不看，他就直接说啊你没罪你可以走，顶多可能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这时候可能需要加入陪审团来把这件事情拟定，就是不能让法官就因为这个原则，然后就连犯人的那个基础事实啊、犯罪情形那些嫌疑都不看，就直接让他走了。这些事情顶多可能解决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没办法完全回应掉这个点。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那个事实审判上面，对于专业度的要求，我觉得是反方确实是有挑战到某一部分的程度啊，可是你们后续的结论没有打好，那变成是往下就要讨论是到底宪法下的那一些那个专业程度到底够不够，就宪法下情形专业程度够不够。如果正方采取这些制度之后，他的专业程度不够的话，那可能变得厉害就会比较严重一点，这是反方应该后续再做的挑战。而我觉得你们今天没有后续逼正方说就是他们的那些人到底不专业在哪里，你们逼得过紧，就是你们问的问法都说啊他们就不专业，然后你们举出来的就是像比如说可能有些会同情被害者啊，然后或者是因为就是他们没有责任问题啊，所以就可以随便做这些事情。而正方其实有做出回应的，第一步是正方其实有积极教你们举证，说就像比如说同情被害者这些情形到底有多少，真的很严重嘛。正方其实有提出来挑战，而你们没有后面举证出资料的话，我觉得在这部分的话是听不太出来到底偏颇的这些情形到底有多严重。甚至往下讨论是就是那个知识水平，我觉得就是很见仁见智啊。我觉得、啊、就你要判一个人有罪与否，知识水平要到怎样的程度，我觉得很难去讲。可是至少正方有提出来出个回应，说至少那种不识字的，我可以就是不会咬他们啊，他们至少有多基础吧。所以如果就是反方，如果你们要积极扩大这一块比方啊，你应该是下一步要去挑战说，就是如果就是同样的重点还是放在事实上面，就审理事实这件事情要考量因素可能很多很多很多，你们至少要举出哪些因素来讲，然后甚至那些更好的是，你们可以提出那些因素，它需要专业程度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才可以把专业跟不专业的那一块差距拉开来，才会凸显事实这一块专业来说重要。不然的话，对我来说，我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是，顶多就是在事实审判上面专业程度好像要比较高一点，可是高到哪里我不太清楚。那往下就是在于那个罪量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双方都没有什么在做攻防，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是重点。但就是还是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在量刑的部分是其实就是相同的，量刑如果只是考量，就是你们这时候反方可以采取策略，应该是用正方的逻辑去回应正方，应该是因为正方逻辑说在量就是法官在判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主观上面影响，这是他们一开始立论另外一个基础。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个主观上面影响，然后甚至可能有时候太急于法理的部分会没办法通融人情，所以可能会判得太重，等出现这些情形。那同样，如果套回他们制度的话，如果这些量刑的工作全部由法官来做，你不就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因为都是法官在量刑啊，所以法官还是可以判很重啊，跟陪审人员完全一点都
用处都没有啊，所以这时候你根本没解决到问题啊。如果反方你们真的想抓的话，应该是从这样的逻辑去回应正当值，可是你们今天没有做，所以对于我来说，就量刑的部分其实不会是整场比赛重点，所以这结论就会变成到说，在于事实上面审判，对事实上面审判，我会比较倾向是反方的结论是在事实上面的审判，我比较需要专业的程度，可是那个专业程度要高到多少，我们要拿捏，那就会变成说。我会比较倾向把架构分数给了反方，可是在整体上面，正方的表现好一点是在于说，正方至少在反方的回应底下，就是反方挑战底下都有做出初步的回应。那同样，他们也有积极去逼反方做出证明，说你们的挑战到底有哪些资料上面举证，或者有没有实际上面情形真的是这样的那个情况。我会把我的印象表给正方。那以上是我讲的，如果有问题可以再来跟我讨论。是。两位评审都讲的差不多，那就讲一些内容的部分。讲我的讲评就分为两部分，第一个我讲我为什么把印象票投给正方，第二部分我就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攻防啦。因为我觉得，然后我把印象票投给正方，并不代表说到最后正方可能一定会赢，因为我打分数的时候，其实反而我觉得反方分数好像就会高一点啦。因为我不懂，我打的时候我觉得说反方有些地方他们其实做得不错，所以他们的分数票可能跑掉。 OK， 好，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把印象票投给正方。首先我觉得说我今天把印象票投给正方的原因是因为对方的架构还有对方的整个论证线相当完整。对方讲的东西只有两个吧，第一个叫做制衡，第二个叫做情与理的冲突，然后要用这个陪审团来拉均来拉出这个现实与法律的鸿沟，类似这样。OK， 这是你们的两个论点。对方三个论点，第一个是没有需要性，第二个就是讲说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啊，第三个就讲说一些实际上操作的问题，流程时间要用很多钱这样。首先我觉得说反方你们是没有在挑战对方第一点的制衡的，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对方的点放着制衡这样子啊，你们 suppose 去挑战对方的制衡一个点，然后因为我觉得说反方你们的回应啊还不到位这样子，反而正方你们有相当捍卫自己的这个立场，而且一直讲说什么情与理的冲突。因为我听下去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回想起来，我比较能够去想到说对方你们在正方你们在讲的什么东西，所以这为什么你们的印象票不会投给正方。现在我讲一下刚才评审已经讲了一些表现啊还有内容的东西，我讲一些反驳的东西了，怎样回应对方的几个反驳。第一个，请跟正方，我先讲跟加正方讲一下你们有几个回应可以做的更好的。第一个，对方讲说有陪审团就是一个不专业的。 OK， 这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除了讲说不专业没有关系，没关系，不专业没关系，过后你应该讲说不专业，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专业的人，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一个理性的人，我们是要一个有基本水平的人，这才是我们要讲的呢。我们不是要一个傻瓜笨蛋，还是一个神经病的坐在那个陪审团那边讲，判那个情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的人。第二个，他讲法治精神，我觉得你们一开始的自由辩论相当好 ，OK， 可是就那边而已啦。后面我觉得反方已经在追上了，那个。讲完好，就想说美国也是有法治精神的，美国也是有这个陪审团的，难道陪审团就等于没有法治精神？这时候我觉得这个 OK， 再接下去讲，你们可以再延伸下去的东西就讲什么？法治精神讲的是什么？法治精神不是对叫我们对受害者感到无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公正，我们要的是公理。你要讲到比较渲染一点的，我觉得你们要讲说法治精神是什么，你们要去刻画出来。讲出我们需要的是公正，我们不要是因为一个仅仅是因为一个双胞胎，或仅仅是因为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而阻碍了我们迈向正义。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你可能讲说我们如果我们要达到正义的话，我们一定要情与理互相兼容，所以如果没有情，如果只有理没有情，那将是一个冷漠的法律。可以讲到更高大上一点 OK。然后第三个，你们讲的是他们讲的是花费嘛，就是花费你们可以，其实你们的回应可以讲说，看你讲说有花这么多钱吗？是第一个回应是我们做到没？我们做到吗？我们有多少钱？就算给他看，我们是有钱的。第二个，
就算会我们也要做，你要跟他讲说就算会我们也要做，为什么？看选举啊，每年的选举都用这样多钱啊，这个选区这个选区这个选区，哇算遇到那些地靠员遇到那些箱子，哇真是不一样，要选举了，很好，所以不是的吗？有些东西要付钱的，始终要付钱，免不了。因为如果我们要迈向更好的社会，或者是要让我们的法律机制更完善，要有情和理，偶尔就需要一点代价。讲到这样子，哇，就 KO 啊，对不对？下面再讲三权分立。OK， 他讲说啊，你看啊，这个立法已经有这个立法已经有这个情了，司法就不需要情啊，他是这样讲的。这样你的回应可以什么呢？你刚才说为什么立法需要情，司法不需要情？司法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一个人的生死啊，就在那一瞬间。OK， 然后你就告诉我哦，因为之前的。这个程序有啊，这个之前的程序有啊，这个讲一讲啊，之前的程序就有这个，你有这个理，你已经有了情啊，还是意思讲说之前的程序已经有了情，所以后面不需要情，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像是讲说我举一个很粗暴的例子啊，可能这不是很恰当，可能讲说哦，你做小孩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有了礼貌，可能你长大就不需要礼貌，类似。有点，它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可是这个类比不是很好啦，可以我们要去想一下。再下一个，他质疑你虚根可损，他问的是你们没有根据什么赛制讲什么虚根可损啊，你们只是讲需要性啊。我觉得你们应该绕他的东西过来，就是绕他的东西过来讲说，我们讲什么需要性，需要性就是套给你们的，需要性就是讲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说法官的权力很大，是我们要另外一种权力去制服他 ，OK？ 然后跟属性是怎么什么解决一些情与理的冲突问题啊，套来用啊。我觉得你们东西有，你们唯一缺少的东西是这个可行性的属力比，我觉得这正是你们今天缺少的部分，对于细节上的部分。比如这个陪审团机制应该怎么落实，要效仿什么国家，要用多少钱，这些作为正方这个政策的制定政策的一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功课一定要做足。就讲说其实不花费多少钱的，就好像英国啊美国啊这个如果人家用这么多钱，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多钱，然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钱，你可以举一些例子，这样子就可以反驳了。再下一个，他讲说剥夺法官的权利吗？这样子你们可以怎样讲呢？你们讲对，就是要剥夺法官的权利，要讲得很，要用他的字，因为你们每次这样很灵性啊，我觉得你们有反驳，可是你们反驳很灵性，你们要讲说对，我们就是要剥夺法官的权利。为什么？因为法官的权利实在是太大了。Okay? 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实在这么大，这样整个法律的制度必然走向失衡。我觉得你们后面的 linking 啊，就是最重要的地方。Okay?法律才会走向失衡，是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法官之余，也需要一些有理性的人坐在法官的旁边，去让这个权力得到制衡。我觉得这样子就非常贴切。OK， 讲一下法官啦，法官你们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第一个，他讲说对方讲，陪审团就是根据证据的。如果陪审团真的是根据证据的啦，就不会被那些什么情绪影响的啦。看到，如果看到那些证据，再看到证据。看到这些证据啊，应该是很理性的嘛？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很慌张啊？有些心理受到创伤，你们怎么在治疗？为什么有些会创伤啊？这样，所以你们应该讲说，其实你这个前提是不能够成立的，不是讲说陪审团你就会看所谓的证据，陪审团看的是什么？看的只是一些用自己的情绪去看事情。你要讲到比较夸张一点，讲说用自己的情绪，用自己的认知去看事情。OK， 所以这是你们可以反驳的。第二个，他讲说，你们他讲说什么制衡法官啊？你们可以讲说不是制衡啊，因为有陪审团啊，其实更糟糕，可能就是法官明明就想判这件事情这样子，可能一些陪审团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干扰啊，你们要去刻画啦，讲说陪审团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干扰啊，或者讲说，好，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那个陪审团全部是女孩子 ，OK， 然后看到一个黑人啊，强奸一个女孩子，这样子陪审团就想欺负女孩子，他就很生气啊，然后就你要去刻画出来讲说，其实有时候它不是一种制衡的概念，而是会把情况弄得更糟糕 ，OK， 你要的是更糟糕，是不是？你要去刻画，我说你们刻画的功力不够 ，OK，
第三个他讲说情与理啊，这个的话你想说，你就倒回来讲，法律精神不其实不是需要所谓什么情和理的，法律需要什么？需要是公正。法律为什么我们讲需要像包青天一样要公正无私？包青天就是正义的象征啊，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做事情的时候，他只看到事实，他只看到证据，他才判一个，不是看他的情分，也不是看理，也不是用自己过去的经历跟那个人做一个联系这样子。所以你们要去讲说，其实真正的法律精神是什么？是公平和公正。然后这些公平公正体现在哪里？就是体现在一个有很强大的法律知识的人，也是理性的人。那里面当然讲要是理性的人，然后可以根据法律，也可以根据现实做一个最精准的判断。你们讲到这样啊，你们的分数才会加的。第四个，他讲说 GDP 会什么上升啊？可是这样子你们要讲反驳嘞？讲说哇，如果 GDP 上升真的不解决所有问题啊，国债多少国债啊？按照你这样的算法，就是 GDP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国债应该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为什么国债一直高，一直高，一直高？为啥？丢回去问。我觉得这是今天要教双方一点东西。然后我主要讲一下双方。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论不错，论证好像不错，可是变，也就是讲说所谓的临场反应相当欠缺。如果要再走下去，要走在下一个 stage。我觉得你们的临场一定要在进步，也就是讲说你会用对方的字，可以用对方的字眼，比如对方讲情与理，你就敢用他的情与理；对方讲所谓的什么情绪影响判决，一元都没用字抄过来，因为我觉得说这样会给评审比较有感觉说，你们相当有临场反应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你们的这个临场。还有我也是同意中间这点讲的，就是正方的这边相当不好。因为就是正反二边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反而是反方向的比喻，这也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分数票我可能会跑票，是这个原因。这原因啊，以上就是我的讲评。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再来问我。好，谢谢。感谢主持人的精辟的言论。这时候马上有请对评审投下最有的决选票与最佳辩手。本场比赛成绩将于这轮投票后正式诞生。有劳各位评审。各位，成绩已经交手上，马上为大家公布本场赛事的比赛结果。首先，重复第一轮印象票，正方两票，反方一票。第二轮决选票成绩如下：第一张投票正方，第二张投票反方。
第三张投票，正方。所以第二轮决选票，正方两票，反方一票。第三轮分数票成绩如下：第一张评分单，正方得分357分，反方得分348分，正方得一票。第二张评分单，正方得分280分，反方得分318分，反方得一票。第三张评分单，正方得分238分，反方得分225分，正方得一票。所以第三轮分数票，正方两票，反方一票，总结成绩，正方以六票比三票胜出，恭喜正方。本场最佳辩手为正方二辩司婉丽，本票数为两票比一票，恭喜胜出的队伍与最佳辩手，也希望今天落败的队伍能再接再厉，本场比赛也再次告一段。